吕仲德喺现今乐坛嘅地位可以话系举足轻重，同佢合作过嘅歌手亦都有好多，个个都系非常之有份量兼且有爱心。呢日就一齐出席一个音乐会，为公益金筹款啊！有得听歌之余，又有得做善事，真系何乐而不为啊！呢一晚吕仲德喺演唱会开锣之前，就先将一张252万嘅支票移交俾公益金，而且由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代表接受。虽然谭咏麟爸爸撤灵嘅日子系喺同一日，不过校长本住应承咗人就要做到嘅精神，现身呢晚嘅音乐会，佢喺台上面嘅表现仲系非常之专业。除咗谭校长之外，阿妈仲揾嚟一大班好朋友上嚟唱歌，仲玩 crossover 唱人哋嘅金曲添啊！有时命运会改变一切，会成个抽签咁抽中嘅手果。咁有时命运里边都会安排你属于你嘅嘢就属于你嘅嘢，唔属于你嘅就永远都唔会属于你嘅嘢。但系缘分嚟到你手里边，都未必系属于自己嘅嘢。但夹硬去做嘅话，有一个方法，睇住歌词唱出你首歌。部分時間都好似唔見阿媽嘅蹤影啊！但係其實佢一直都喺台下做緊伴奏㗎。紀念今日，好啊好啊，大嘅日子咁嘅紀念。紀念日。但係原唱咧就本來就兩男一女嚇，一個嬲字。咁啊，今日我哋轉一轉。轉轉新嘅組合。好啊。你好，恭喜曬啊！今晚嘅表現非常之成功啦，咁就嚟捧場喎。係，多謝多謝。好開心啦，因為我係自己今晚算係做善事啦，亦都做俾一萬個都係做緊善事嘅人聽，即係做音樂俾佢哋聽。咁我覺得大家都應該開心嘅，幫人最開心。咁尤其是今日校長咧，咁佢今日嘅爸爸都撤靈啦，咁都特登嚟到捧場，我咪特別要多謝佢。是啊，因為其實即係我哋本來大會覺得話佢其實係應該係好唔開心啦，就佢仲要本身佢做嗰 part 係一個 ending， 令到大家係唱一啲快歌、好開心嘅歌，令到即係搞氣氛嘅。咁本來係擺喺 end 咁，但係因為佢嗰、那個要做爸爸身後事嘅時間，就變咗係做 opening， 但係佢都堅持話應承咗就嚟做。阿媽對校長嘅支持可謂非常感激，但係對於呢一晚有幸一拖二嘅黎天王，佢就揞住半邊嘴笑人哋怪相啦。喂，阿媽，這個組合好似係你安排嘅噃。我發覺阿黎生最可愛，原來就係同俾兩個女仔夾住嗰陣時係最可愛，即係平時覺得好瀟灑，佢俾兩個女仔夾住嗰陣時咧就變咗傻仔咁樣，我覺得佢好搞笑。雖然呢一晚阿媽嘅演唱會可謂非常之成功，咁但係近日就有大量有關佢為側田監製嘅歌同埋新碟封面有抄襲之嫌嘅報導，仲話阿媽多年嚟都有抄歌嘅前科，咁佢同埋一班好朋友又點睇啊？如果我今日是慶祝生日的，我可能會不開心，但是即做善事是一個最大的開心，因為你知道你做了的事會幫到有很多不開心的人都可能開心一點，所以我想那些小事蓋不過我今天的開心，即買唱片的人決定是最好的，他們喜歡就買，不喜歡就不買。
其實即係有冇嗰啲新聞都係一樣嘅啫。其實我覺得創作這種東西就比較主觀嘛，然後歌可能最近就是比較流行用那幾種的樂器，所以或是那個編曲我不知道，我不懂，不太懂，所以大家就是用那些流行的元素，就会被人家觉得有这个问题吧。嗯，但是他写了很多很多歌啦，所以一两首歌我觉得 OK 啦。我觉得他阿妈其实是有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创作人。我觉得如果有像有类似的话，就是代价的感觉，每一个人表达都不一样。我坚持就是每个人自己有想法，如果他跟其他国家有那个同一个想法、同一个思想，我觉得我们没有找错那个 producer， 因为他就是有品味。